你想最近的做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慈灵毕生公园主题讲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。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，慈灵毕生公园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观区的道亲咱加05感恩，伫这呢祝大家早安快乐。大家身体健康，合家平安，然后今天有道亲讲要点一段忏悔，讲真久无听到一段忏悔，今晚咱就给做安排。来，感恩月、报恩月、吉祥月，然后来，咱的梁师姐讲要听一段好听的忏悔。
单啦吼，忏悔，有心较要紧啊，忏悔，忏悔就是我们当初呢犯错了啊，做唔对呀，做唔对的回头要会付的时阵，都爱赶紧回头啦吼。哎，人较早的人拢安尼讲啦，讲花花世界扰人心啦，对着物质无尽期。认真甲思考又何必啊？讲出卖良知靠家己啊！适度论生是必须，过分索求增贪欲，心量那宽阔则自在。公众的利益吼爱为前提啦，讲人生方向自管理啊，无私付出合天意，自我价值。可体现心态决定你的格局啊！好、哦，虽然讲自私自利无可取哦，好、哦，恐惧匮乏胀到你的心里了。好、哦，咱家己爱捌啦，讲自大，好、哦，也是咧讲认识咱家己自大。好、哦，咱要安怎去发挥这个良能的发挥，这是无简单呐、啊。所以现在现代人科技进步啊，资讯也很进步啊，传播普及啊，现在传播普及哦，那么多人到，好啊，用这个视讯啊，就把它用一个网站啊，就这样子可以播出去了哈、哦。所以说人呢，吼、哦，你这个科技进步，啊，那个资讯传播这么普及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的物质甲精神的层面来源应该嘛爱真丰富啊，吼、哦，来源应该嘛真丰富，所以咱即嘛讲花花世界会扰人的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要你要每天追逐物质，真的你怎么追啦？咱甲人比拢会感觉讲咱就拢输人舔舔，吼、哦，人住迄个空中楼阁，人住迄个豪华别墅，人家己有家己的迄个船，吼、哦，想要出去佚佗就去佚佗，家己阁有家己私人的飞龙机，有私人的船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追逐物质真的是无尽无期啦！你讲要甲相比，要甲美国人的好野人比，还是要甲台湾人的好野人比？吼、哦，人因。是安怎赚钱的？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开公司？吼、哦、啊，世界各国拢操因的旗号。啊，我们呢？吼、哦，咱讲老百姓安逸，老百姓的心就好啦。吼、哦，那年轻人有志气是很好，有创意也很好，想要跟人家争一下、拼一下也很好。但是不能永远在追逐物质。你若是讲哦，你的心肝拢伫咧花花世界内底，伫个了断了你的是人心的时阵哦，你逐工拢伫堆着物质，真正是无尽期啦。啊，你看人买一台车，哇，这吼、哦、是限量版的，啊，限量版的遐亚瓜车，啊，是讲遐大间公司的迄条啥，董事长的后生孙啊。这人买得起嘛？但是你讲追逐物质无尽期，你想要认真思考一下哦，认真思考又何必呢？好、哦，我们如果要真的要去追逐物质的话，出卖自己的良知哦，以后所有的因果拢靠着你家己。咱来适度啦，好、哦，每一个人在环境好。哦用什么样的环境去润生？吼、哦，咱讲润，就是咧讲铺润咱家己，就是咱讲做会到的。好、哦，过分所求啦，你是增贪欲而已。但是追逐物质，如果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话，那人生的方向是要自己去管理哦。好、哦，人呢，伊是教咱讲有通吃有通穿，啊，足感恩的。好、哦，无私付出，咱才是合天意呀、啊。人生的方向要自己去管理，自我的价值也要自己、哦、心态决定我们人的价值啦，这就是有利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精神层面呢、哦、
哦，应该要丰富精神的层面呐。好、哦，唔通讲哦，无穷无尽的追求。如果无穷无尽的追求，哦，你这山比了我腰一山更加悬，哦，啊人会当安怎，咱袂当安怎？你这样比，哦，你攀比了以后，身体也会不好。为什么？人呢？吼、哦，拢是吼欢喜一时啦，悲哀较久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理论上应该是。我们现在是富足的时代，但咱人呢吼，过了煞未快乐，过了煞未充实，吼、哦。这山看了换一山，吼、哦。原因就出在对，我们没有决心，咱人个性也无够，咱人个性也无认真去甲思考一下。人是过了安适、快乐、自在就好，还是你要去追逐物质，吼、哦，无尽无期的一直在拼，啊，到尾啊！有时阵呢吼，咱用身体去换钱哦，啊，另讲呢换用钱来顾身体，佫顾袂起来，会后悔无？哎，有时候我们前半段路走的吼啊、太贪婪，吼、哦，我们所求的吼、哦、欲望太多，那以后呢，吼、哦、以后会怎样？你能够吼、哦、思考一下，人安适。安就是讲吼，心有安呐，吼，带一个真吼，咱讲真，互咱有感觉讲，这个家庭真和乐，叫做安息，吼。啊，咱的囡仔，咱个教育好，这个咱都会快乐自在，甚至呢，吼，啊，咱对外在一切，包括物质，吼，咱呢爱知影啦，吼，咱有知识的来源，吼。咱甲知识甲分析一下，每个人都有知识啦，啊都有，好、哦、知识从哪里来？有时说啊，我可以哈、哦、听，我可以看，好、哦、没有一项，每一个人包含人的岁月啦、青春啦、健康啦、体力啦，好、哦、啊，就讲你的主观意识形态啦、客观的环境条件啦，拢同款，在咱家己的心理状态。都会随时，哈、哦，随着时空推移，产生或多或少啦，或小或大，哈、哦，或远或近的变化，有啊，有咧变化哇，有啊，真正足大足大的变化，哦，咱定咧讲啊，这嘛是人生的无常啦，吼、哦，这简单的道理嘛，大家嘛知影无常，哦，只要一个心地清醒，吼、哦，有够的人，他可以体会啊。他也可以反观一下世上所有的人包含自己是否齁、哦、我们现在有齁、哦、去认真去看一下世界的变化人类的变化思想观的变化齁、哦、虽然说没得不变啊会变啊但是我们也要及时认清事实啊齁、哦、时代会变齁、哦、啊一定会变啊但是呢齁、哦会变，那么要有会变的条件，唔能变歹，一定要变好。好，你要及早认识宇宙实相，你呐提早会啊认识这个宇宙的实相。咱人生的目的是来要创啥？好，那么是干呐讲来这个世间是讲利用咱家己有限的生命、有限的条件，人呐都是有限的啦。好，我们。生命也是有限的，条件也是有限的。你要去创造更宽广的、哦、自由空间，没有人说不可以啊。也就是说，摆脱自己受限的狭隘生命状态，狭隘的生命状态，这种局限就是咱家己的心啦、啊、的作用，所造成的作用。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总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有多么的神奇啊、哦哎，未了解每一个人的过去啦、啊、现在啦、啊、未来啦、啊，拢是因为这条心的作用，所以咱要创作出具体呈现，哎，是没有那么简单呐、啊。好、哦，咱呐，如果人哦，会当做生命的主人，好、哦，你要做生命的主人，你必先爱好、哦、认识一下心的功能作用。好、哦，心的功能作用，心的功能作用，它能强大，也能。好、哦，也能做小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有强，迄就是看咱人诶。唔呐，干呐讲身体的体魄而已。你要看
你现在你想你的思想观、哦、你是放在那里、哦、人有志气的人是向前行、哦、但是向前行也有一个限度啦、哦、要怎么拼要怎么让我们自己呢、哦欸、我们常要说心地的生息咱即马人拢伫即个物欲内底看到，就是会比拼啦。啊，愈比拼，咱就成为了物质的奴役啊，敢袂？即个物质的奴隶就是啥？互你看人哦哦哦，大家拢袂歹，吼、哦、啊！即马人吼、哦、看人咧穿啥物，看人咧用啥物，咱来追求无会啊？吼、哦，我们在某种心理状况的问题吼、哦、很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啊，足济足济，但是咱无在去满足咱家己哦。是安那讲？啊，都前刚没想讲过哦。啊，都代表做做的，咱就会想讲，嗯，做代表无够大，无咱来选一个乡长咧。啊，乡长选的了，咱嘛感觉讲，安尼佫较快咧。吼、哦，迄版图佫较用较快咧。咪选一个议员，议员选咧，讲我议员做几届，讲嗯，安尼来选一个县长咧。吼、哦，县长选咧，有个讲啊，不来选一个立法委员咧。哦，哎，进进进进，到尾啊，五院啊，看会着咱无？哦，啊，凡些搁较精进嘞，搁较拍拼嘞，凡些咱嘛，甲选一个总统嘞，就是为了追求啦，吼、哦，追求地位，追求名利，追求地位，无论是物理啦、心理啦，吼、哦，哦，人都一定要有一个分寸，心态你若无一个分寸。阿摆痛苦烦恼的根源就伫个后边。咱人吼，哎，我感觉做一个平凡人足好个呢。吼，唔免去插公司，唔免用批评，唔免去用好讲，即做了好，即做了无好。社会角色啦，甲地位吼，嘛爱看咱家己呢。吼，人在世上不可能离开物质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单纯的生活方式来生存啊。伊也可以去扮演应有的社会角色跟地位啊，迄虽然你敬的啊，只要你是人，你拢会使去敬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有形无相的形式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嘛。哦，每一个人拢是。哦，咱嘛要脱离现实，哦，啊要做一个吼、哦、正常，吼、哦、不可能啦吼、哦，咱人吼、哦、拢要丧失自己的目的。很轻就会使，哎，你我看啦，有一点啊款哦，你啦，你拢放袂落来啦，你就绝对无法度放啦。就敢那一个吼、哦，做代表的师兄啦吼，伊、哦、代表做六届啊，六届哦，六届算二十几年啊，代表哦。伊来讲吼，跟我开玩笑，我讲啊，哎啊师兄你住对，我住哪来？吼、哦、啊，今日囡仔有时间，有啊，我今嘛足闲的啊，我。哦，那师兄今天来时，我要跟你开讲啊！我讲啊，你要跟我开讲，我讲系啊，到尾就甲我讲哦，我都做六届代表，系啊，我讲啊，即嘛六届代表啊，无要阁选，哼，啊都厝啊厝税也免，诶，你讲啊做啥房租房屋税也免缴啊，地价税也免缴啊，我即嘛吼。拢总唔免缴，房屋税、地价税拢总唔免缴啊！我讲，嗯，啊，恁做官敢有这种福利？做代表敢有这种福利？做代表就会使唔免缴房屋税，甲唔免缴这个啊，做啊地价税安尼啊！伊讲，哼、嗯、啊，啊都两行拢无啊！我还阁听无呢，迄阵啊，我阁一直笑，讲啥物啊都两行拢无，嗯，啊都。做六届代表的厝也卖了，啊土地嘛卖了，哎，啊即马都唔免交地价税啊，啊地价税嘛唔免，啊迄落房屋税啊免，拢唔免啊。我讲啊为什么？伊讲啊就干那包红白包就包了呀，吼、哦。啊咱这种人，咱也唔敢去讲，吼、哦、要去安怎摕到什么款的钱来歪，咱也唔敢啦。好、哦、啊！伊讲做六届吼，啥物拢无啊！我讲好、哦，啊你即马，因为我即马清汤挂面偌好咧，清汤挂面是啥物意思？我即马食，我即马咧食拢食安尼尔，都啊无头无路啊！即马都六七十岁啊，啊代表嘛做甲差不多，啊都已经六届做煞，啊都做安尼，啊即马都安怎？因为我即马都像安尼哩，啊都、就是安尼啊，吼、
啊，我讲啊，你有后悔无？讲后悔嘛，真后悔啊！伊讲讲后悔嘛，真后悔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啊。伊讲在这个人间啦吼，甲人权利名势吼，来咧跋烂的时阵吼，第一人烧酒啉济啦，肝要歹呀，肝硬坏呀，都会呀，身体嘛无好啊，吼、哦、啊。伊叫讲一个人，佫足笑亏咧。伊讲我即马算孤单老人，啥那你是孤单老人？做代表你那孤单老人，啊，阮某甲阮查，阮遐囡仔都拢搬去北部去啊。伊也无爱插我，你也爱插政治就去插政治，你也爱安怎你就安怎，反正我都无爱插你啊。随在你去舞，啊有影？伊讲我呢六届代表做煞，拄好舞甲无半项，含某囝嘛拢搬离开啊，拄好当我家己一个人。伊讲我有一届吼，八啊八吼去播了你的节目呢，但是吼我听你咧讲吼真有道理呢，所以今日想要来跟你开讲，吼、哦、咱袂使讲讲伊啥物名，但是伊介人介笑亏咧，吼、哦、介笑亏，伊就是讲哦，这吼、哦、做官经，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做官经交鬼死啊！啊！若交老毛食了味，伊讲哦，这千万都唔通，吼、哦！伊吼、哦、已经安尼，已经教乖了，有够教乖啊！吼、哦！所以咱人就讲哦，你要脱离现实，吼、哦，即不能正当，吼、哦、啊！去看一件事啊，是安怎？你是上司做人的目的啊，是怎样？吼、哦？还是你在哪年生活的智慧里面有所，哈、哦，有所偏差，还是安怎？人生有课题无？有，绝对有。哦、人生一定有课题，嘛有人做议员做到后悔，嘛有人做官做到规家伙叫人吵伊嘛有啦、哦，都有啦、哦。人的内心力量是有巨大强大的创造功能，但是咱人上可贵的资本是啥？我们人呢，人有很可贵的资本哦，可是人往往因为受到感官的驱役，哈、哦，就是讲有这个、哦啊，感官啦、啊、吼，要甲人批评啊，这种，甲你苦役了后，将你内心的力量转化成小聪明啊，吼、哦，本来内心的力量很大，吼、哦，但是被转化成小聪明啊，有时候吼、哦，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哦，为着要满足家己的一点啊私心，甚至出卖了自己的良知哦，吼、哦，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哦。官大细拢会啦，拢会去做了这啦。哦、所以讲人的境遇也由因为自身的善意而导向良善的结果，冇因为不是好、哦、而导致了自己哦啊倾家荡产的也有。所以讲人的境遇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的善意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会去改变咱家己的善意。了在认识了咱这个内在的心啊，你认识了心的功能，吼、哦，你就要将咱无限的潜能去发挥啊！啊，你嘛搁较宏观的这个角度去看，你嘛靠我多去发挥啊，助利利他的功能啊！吼、哦，这就是叫智慧的作为。人只要有自私啦，格局就会变小；只要有自私，格局就会变小。好、哦，不但好、哦，永远你怎么得了？得了很多了，你都不会有富足感了哈、哦，更是会陷入一个所求无度的深渊哦。好、哦、啊，今嘛是要苛刻咱人哈，今嘛是啊，所有的咱讲等咧哈，后拜哈，后拜等咧大清醒的时阵哈、哦，不要所求无度，堕入了那一种深渊里面啊、哦。所以，若要令人哈、哦，我们的心能够自由，必要学会。凡事、哦、要以自我立场去思考问题、啊哦、你如果没去用安的立场来 换个角度、哦、以他人的立场来成全他人的利益，这即是一种宇宙 反馈定律的微妙现象、哦、有对也是你做对的他也回馈你嘛，会哦，反而啦，哈，咱的心量啊，空间也愈扩大哦，我们的那个心的空间会越来越扩大，所以呢，一切哈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哦，这是成就大事最好最好的心法。
也就是讲吼，咱会当突破命运的格局，内底这个，吼、哦，人之成就在心量啦，人要成就在你的心量，吼、哦，那个格局吼、哦、广大，吼、哦，你的境就必然很宽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无迄个讲吼。标示富足，但是你无突破局限，你的福泽就不会很长。好、哦，真正富足有道德，贪欲只因不明彻嘛。啊，所以讲丰盛世界皆公有，丰盛的世界是世界公有啦，众生的物件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大家要创造福祉。好、哦，安尼呢是大家拢中。哦，你好，我嘛好，安尼啦。好、哦，有求必苦嘛。所以咱。咱这公司在那个爱有求必可之因无敌啊，有德富足，灵积有情啊，眼光端浅，对着享乐啊，靠无靠空无常，如何可得啊？靠空无常，如何可得？讲智慧心明，自然无忧啊。人生的方向，当自家己去掌舵啦。吼、哦，啊，那讲如何清心，反问自己啊，内在各地时时接引啊，讲明书在内，不用外寻啊，心是面对，心就是你的主人啊。啊、哦，济公活佛嘞，吼、哦，他讲得很实在哦，很实在，实实在在就是安尼。成功的吼，这几天啊，较无闲吼。礼拜六，这个礼拜六吼，啊，要布置会场吼。啊，礼拜六晚上吼，啊，甲咱西王母娘提早作寿，吼，啊，咱共修的弟子可以一同团拜，吼。啊，咱那是阴暗，就是咱七月十四。明早起，吼，咱阴暗主是高主嘛，都、就是十五啊，吼。就是咱三元三品，吼、哦，咱地官大帝万寿无疆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就是吼爱甲地官接受啦，吼、哦，咱讲拜三界公啦，吼、哦，三界公就是上元、中元、下元叫三界公。那三界伊个这个执着呢，非常非常的大，三观大帝，哦，咱讲神要升啦，要降啦，嘛是三观大帝口号，人。做好做歹，伊有予你福报，也是要甲你夺胜。吼、哦，甲你夺胜就是吼、哦，你做唔对，伊就甲你扣分数；你做唔对，就甲你扣分数。那这个人呢，肉体下步了后，你的心甲降，吼、哦，嘛是由三观大帝考考，所以叫做吼、哦、三者。咱在讲吼、哦，三观大帝观三者啦。吼、哦、天，吼、哦、天呢，吼、哦、所有的这，吼、哦、咱讲心，吼、哦、嘛是哦。吼、哦，咱拄好当啊初学，吼、哦，也唔捌的时阵哦，那唔知讲三观足重要诶，三观诶位高权重诶，吼、哦，而伊唔是像咱家咧做礼拜委员咧位高权重，那不是，他的伊诶身躯边诶吼，州官非常啊侪，吼、哦，伊咧考校，定定来人间吼咧考校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对甲唔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植入工草啦，吼、哦，植入工草非常的多。所以我们要尊敬上元天官赐福，地官下罪，水官消灾解厄。吼、哦，咱若袂用敬三官呐，吼、哦，咱就如同无了解三官呐，伊的这个宽，伊的这个权限，吼、哦，甲咱人有真的直接密切的关系啦。你要造福，要求三官，交落苦也好，你要做啥物工作，你来三官发愿。那玉皇，伊家只宽你。和三观
所以讲就叫做咱咧拜三界公，管三界上界、中界、下界，叫做三界公。啊，你讲玉帝，敢着爱拢伊来管吗？玉帝就敢那皇帝同款啊，就敢那咱即卖总统同款啊。我院长我都甲你派了，你就替我做好好啊。我只有来巡视安尼尔。哦，那玉皇大帝呢？当然非常的尊贵啊！伊咧办的工课，就是真权的主宰啊！吼、哦，即神仙要下降人间，你要甲清玉旨，伊嘛着爱有，你嘛着爱有一个吼、哦，要甲清玉旨的条件呢。啊，无玉旨敢有安尼？随便伊就降予你啊，三个八甲拼拼的就降放予你哦，唔是安尼啦。就一定是一定有天命跟条件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在咧讲着吼，啊，拜三界公吼，咱、哦、爱用心啦吼、哦。拜三界公，你莫个用心累了，吼、哦，也关心。吼、哦，咱个用五斋五果，吼、哦、啊，平常时啊吼，有个人讲啊，拜三界公唔是爱用麻捞米捞，吼、哦，爱用吼、哦、啊，即红鱼发粿吗？都可以啊，只要你莫个拜错就好。青花见果嘛好，五斋五米，十二斋碗，吼、哦，拢十二斋菜拢会使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现在的人都用很方便的方式，但是你要有一颗心啦，有一颗心哦。啊，你唔通讲要拜三官大帝，你要过去食牛肉、食羊肉，啊，你手举香来拜三官大帝，那这样是不尊敬的哦。哦，咱人哦，尊敬就是口气芬香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就是讲，咱要拜拜，迄嘴爱恶恶的。吼、哦，爱个漱口恶恶嘞，身躯爱个洗哦清气，衫裤换清气，鞋啊吼鞋啊穿啊好，唔是穿多啊个鞋嘞，脱赤脚个撸入去安尼就好安尼。你也是拜神要有拜神的礼节啦，吼、哦，无叫你穿，咱一般来讲，宫庙要拜哦，一定是爱吼、哦、穿宫服的制服，要无你就是一定爱有一件外袄，吼、哦，一件外袄。就敢那咱较早咧做官呢，凊彩吼安尼个穿咧嘛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一个礼貌啦。吼、哦，咱人呢，不管要做啥代志，嘛是一个礼貌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要拜三官，有个人讲爱敬天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伫咱个阳台落架就好啊。吼、哦，拜三官大帝。啊，有个讲啊，我无要伫阮兜拜，阮来庙咧有三官大帝的所在，来三官大帝遐拜个会使，嘛是会使呀，因为三官大帝是。通你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啊，大家伙去甲你顺，大家伙去甲你监督啊，是你一点心意，香烟缭绕就夹做伙啊。哦，你来昨天必胜宫拜三官嘛会使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这个都可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恁即卖咧讲三界公的权限，吼、哦，有管理甲只宽，吼、哦，人神，吼、哦，神人鬼。这拢一贯的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要人下步了后，要赶紧去有咱讲，即下审判了后啊，有机会伫要过招，吼、哦，咱讲出事啊，嘛着三观呢。啊，你讲哈，三观观则宽，就是观则宽，所以甲咱吼讲者讲吼，要敬三观要有礼貌啦吼。过、哦、来就是咧讲。有一寡孙仔仔啦吼，啊讲啊，阮呐讲去人，我拢去问啥，问到尾啊吼，啊拢叫我讲吼，啊你这就是因为安怎啦吼，所以讲啊有一寡怪力乱神的状况哦，一个你捌拄着诶，有出门吼，有大拢爱下红色诶，有无？内底拢下一种迄落红色，哎，出门拢爱下啦。哦，啊，都爱挂足侪符啊，爱挂足侪符啊，就对，爱挂足侪吼，哦，迄会当辟邪一种物件，吼、哦，这没啥安尼甲伊讲啊，你拄着三流诶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拄着三流，你甲你讲吼神啊，或者是你甲你讲着这个吼、哦、无形法界啦吼，爱、哦、甲你讲吼、哦，有时啊甲你讲甲吼，哦，你身躯爱挂啥，爱挂啥，啊，伊都咧卖，当然嘛叫你挂。你敢唔知影讲，迄电视嘛咧播啊，哦啊你挂一个八卦，就会当乎你的心啦、啊、吼，啊你买一个啥物来挂，就会当乎你安怎，哦，啊迄人咧卖迄种报有够济啦，吼、哦，
最终呢，让你变成一个恐惧，哈、哦、啊哦，这无挂吼未使，哎，整天所有的天神，还是所有的所有的这些，拢会来创敌人吗？啊，天神嘛未创敌你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无形的无形的，伊家你也无冤无仇，伊嘛未创敌你，除了你对伊无礼貌。所以有时咱常来讲，不要对空乱吐痰呐，哈、哦。袂使安尼吼，你若讲七月时啊，你若要配嘴嘛，要创啥，你嘛小小考虑的吼。过来就是讲吼，不要吼去到吼安尼外面的地方啊，因为你要做什么事，你自己都没有看到，那也是一种好尊重呢。吼啊，你若唔你去用，你去用，甲你处理掉，你再来，你再来讲吼，哦啊，咱当时又去用安怎，又去用安怎，吼，这就是吼怪力乱神呐。啊，怪力乱神，整天吼、哦、神神叨叨的，安、啊、尼这就是去拄着遐啊，去拄着伊嘛无啥捌的，吼、哦、啊过来就是吼，啊伊有咧卖这物件，得要互你挂的，吼、哦、伊就甲你讲安尼吼，吼、哦、讲讲天讲地，吼、哦、你无挂咧吼，爱护心呐、啊，你这护心就一定爱安怎，我讲功德就是护心呐、啊，没啥物甲你讲的，时常做好事，讲好话啦，吼、哦、啊会当做。真正的正当的人啦，这道德这两字就好心啦。为什么？德高，好、哦，咱讲道德嘛，好、哦，道高良好的福利呀，好、哦，德高贵神的亲，好、哦，你若道德这两字，哦，你要行个对啊，拢免烦恼啦，绝对不会有事。嗯，道德就是你的附体。道德就是你的护身符，道德就是你全身躯所有的一切能量，伊的量场就是道德两个字。你如果为人善良又有道德，啊，你拢免挂啥，保证你行到地拢平安呐。好、哦，这就是你拄到迄个三流的三流的，好、哦，你去问到三流的迄种的，啊，是专门吼拢是用这咧卖物件，叫恁家买。哦，啊！这开工过哦，这用啥开工？用啥开工？开工噶吼，这吼会使讲提出门哦，连啥物都袂话吼，啊，会互你吼好心好体，有诶无诶，甲你讲一堆，一条爱卖偌济，安尼嘛有啦。啊，这你啊拄着三里，你就惨啊。啊，如果咱若去拄着，吼、哦，咱讲。哦，咱讲疏导你的心情还可以，疏导你的情绪，同时也助长你，吼、哦，你，吼、哦，不要被动附庸，吼、哦，你若讲你去，你三流去拄着迄个甲你恐吓的框架迄种，甲你讲你后壁对我这迄种，还叫三流的，迄种老师叫三流的，啊，迄种嘛袂用甲讲伊是老师，爱讲吼，伊都咧卖物件，爱着加减啊恐吓，都加减啊有钱要赚的，迄种叫江湖术士。江湖术士，你也莫甲信伤济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也去拄着迄种吼，哦，我都有拄着啥物感情问题啦，安怎迄叫做咨询师、心理咨询师，吼、哦！一点钟爱甲你收几千，一点钟你要甲我咨询爱收偌济，吼、哦！啊，然后你若阁有其他的问题爱用，吼、哦，可能爱阁加啥物、加啥物、加啥物叫心理咨询，吼、哦！这种诶，吼、哦，为咱为着要得到安慰，吼、哦，要。希望咨询师来疏导你的情绪，同时也助长你的依赖，安尼都唔对啊！哦，最终让你变成一个被附、哦、被动附庸的人哦，安尼都唔是啊，迄嘛唔是真正咨询师哦。好、哦，咱即马人哦，啊，哄骗的骗有够多啦，啊，骗骗的再来讲，阮无带无钱去对啊开偌济，其实咱都唔免安尼，正常。有正常不正常，咱没这样在讲了。你人是正常的，哦，你就不会有非正常的想法。啊，你有正知，你就有正念的想法。安尼，如果你来拄到一个吼、哦，真正是上流的老师啊，真正伊是一个足有正气的老师，他就像一面镜子啊，他会让你好、哦、了解，他会启发你，好、哦，他会跟你好、哦、启发你的智慧。最终会让你变成一个非常独立，而且对一切什么事，也不会有，人讲吼啊，想法偏差，吼，咱拜神嘛，拜一个正能量，啊，拜神的正能量是由你自己呢。所以有人讲迷信，安怎迷信，是因为你无了解，
唔是拆神甲拆鬼尊啊，到遐伊就足兴足灵感呢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足兴足灵感嘛，就爱看拜的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堂主啊，伫宫主本身伊的道德有够遐，伊咧做的工课，真正是正知正见。吼、哦，啊，伫做是伫做上天真正的工课。你都唔免安怎，你入去到迄内底，你都感觉，你感觉哦，哎，这真正袂歹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，有一种老师会互你迷失，这种你也不要跟，吼、哦。会让咱迷失的，会让咱迷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进入自我更大的迷宫，吼、哦，绕不出来。为什么绕不出来？因为伊拢甲你框框架架，哦，你来无来创啥？你就会安怎？你就会安怎？你就会安怎？真会骂一个，啊！你讲啊，一个查某囝无代无志去问代志，啊，你去用拐几啊十万，吼、哦，啊，几啊十万了，拐拐，要阁后边还阁有，还袂煞西袂，嘛有这种的，这就是讲，想要讲这种的会予咱迷失的，就是甲你恐吓，恐吓你讲你无会安怎？啊，这种啊，咱就足惊互恐吓。吼、哦，啊，又阁无材料去证明讲，为什么咱那只讲要互恐吓？因为你无自信嘛，你对待事无自信。你，咱有个人，不管讲你问乡亲公妈好，你问倒房也好，还是讲咱的后生查某囝唔嫁唔娶，你爱看即嘛现在是安怎因的心态，现在不爱嫁不爱娶。阁一人就讲，真正有阿哥阿玲呢，那这个阿哥阿玲该动姻缘，吼、哦，阿哥阿玲该动亲缘，这嘛会啊，因为伊无对大。啊，出世的小姑啦，家己生的查某囝啦，啊，细汉啊出世无去，吼啊出世咱就明知影伊是查某，安尼话你就是爱有一个所在，好好的居住，好好的修行，就是华严堂。吼、哦，咱讲公妈无咧拜姑婆啦，吼、哦、祖先无好，啊查某拢无甲地入去，啊所以伊都无一个地位，啊嘛无一个所在，所以伊的艰难就伫遮，所以伊就会安怎，伊就会。把你稍微阻碍一下，让你去问。那你去问了后，你也去问到正神，把你讲的真正，伊咧把你点的啊，恁家真正有都有出世的吼、哦，无论是小妹，还是吼、哦，咱讲阿哥啊，就是咱的红色小妹，是按咱红色的大姐吼，啊是讲咱有较早迄个阿哥吼，迄、哦那个阿哥拢无人插伊，起码换来吼、哦、第二层换来找孙啊，咱讲哥。哥就是啥？咱叫阿哥就是亲骨肉的，甲咱共二姓叫做哥。啊，这阿哥阿玲，有个人是隔代在里头，吼、哦，伊无法度啊，伊没办法了，老爸老母拢无呀，所以只有隔代来讨讨这孙啊。啊，讨这孙啊，伊就小块给你一些小小障碍，好、哦，有的是婚姻的障碍，有的是一些问题的障碍，只要你甲处理好。哎，迄、那个气就大大无，哎，过西过了后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啊，真正呢，用用的吼，啊，加足顺呢，是安怎安呢？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，如同啦吼、哦，咱家己的影去看到别人，吼、哦，这个人，咱讲镜子，吼、哦，就是自我观照嘛，是咱这个面嘛，是等于干那别墅人在甲咱看的镜，有真实。好、哦，真相，这是怎样讲？你要真的是知道，你是要成为人家的贵人呐、啊。你是要身为，哈、哦，身为人的贵人，就是讲贵人，就是讲偷你的甲，甲你讲你的问题。你要成为人家的贵人，还是你要成为人家的，好、哦，不是贵人，而是呢，好、哦，让人家迷失的那种人。好、哦，这咱家里爱好清楚呢。哦、我们如果遇见了、哦、这样不清不楚的也不要太相信，他讲的太夸张的也不要太相信、哦、所以人家在说人家遇到 有好的这个真正的老师他跟你说的事情是对的，你就是真正有福报，你才去找到正知正见的老师。我们台湾专省、哦、的所有的谬误正知正见的非常多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福报吼、哦、啊，会去找到啊！你若真正去找到的时阵吼、哦，你要珍惜啊！好、哦，更需要啊、哦、去了解。好、哦，为什么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会解决你的问题的神佛？好、哦，就是讲，哎，就是你的魂开啊，
你的福报够啊，哦，安尼呢，你才有机会啦，哦，才有机会讲去找到一个吼，哦，真正真正气，吼，哦，办代志嘛真公平，各一人就是吼，哦，咱的心性吼，哦，配合吼，哦，这个心力。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这嘛是咧讲的缘分呐，啊。什么叫缘分？一个缘分哈，哦，要造成哈，哦，啊，你家己本身啊，哎，运咧开啊，哦，你自然就会惊到所在。你要解决问题，也敢买感觉足顺的。啊，信佛是要来普度众生，嘛是哈，哦，众生呐有问题，伊爱给你开一条路，和你行，然后伊嘛爱后边给你三分。上无啦，遐个问题，甲你处理三分，后壁面来讲到了，你也家己做。有时候，吼，哦，因果问题不是都是神来挑，啊，嘛是咱来家己负责七分啦，神，吼，哦，甲你开路开三分，后壁你要自己去圆满啦。神吼，哦，绝对不是万能的啦，吼，哦。啊，你若知影神唔是万能的，咱就袂使讲啥物代志拢要依靠神性。啊，什么代志拢要依靠心性，还是唔对的吼，哦？来，恁今日来听一段半点禅。半人半魔半自在，半心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半人半魔半自在，半心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
这么来吼，啊，照几分钟时间然后来感恩，啊，感恩这次占卜的咱的孙阿姐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咱这个秋季法会，哦，啊，咱嘛需要真济吼服务人员到三工然后，啊，所以讲有时间然后咱就尽量吼啊，切一个时间。吼啊，哪一档吼啊？伫个22、23、24，咱就是23吼，迄天就拜六嘛吼，拜六迄天去迎安，还普聘呢，还拜千几分啦吼。所以讲啊，较吼年轻的年轻人吼啊，咱讲拜六下晡啊是暗时就好来吼。咱爱拜普聘嘛吼，啊，起码先甲恁讲者，无吼，无时间。那一天也是礼拜六晚上，所以咱家己的供香也好，吼，家己的信众也好，吼，家己的徒弟也好，拢爱准备一寡时间出来吼，就啊，一旦到三工啊，尽量到三工，吼，这是公事啦吼。啊，咱讲一母娘吼，啊，咱慈天必胜公所有的神圣啊，信庙。所领天办地主，咱中原普渡，包括做超度这科、超度科，也即个可以，哦，所以这叫做公事啦，吼，公事就是哦，母娘，吼，已经哦下这个意志，吼，啊，咱信庙已经有去领这个玉旨，要做这个工作，这就叫做公事。啊，咱参与公事就是服务为目的，然后。啊，一旦到三工就尽量到三工，然后这种就是讲啊，咱来到这个道场来做这无畏师，嘛是到三工，这无畏师嘛是顶呢，你成就一届功德会，啊，这个功德甲超前功德发挥，加咱的这个吼啊，有诶，伫这个春秋两季吼有参加过，也知道咱咧做做到尾啊吼。啊，有需要讲吼，啊，斗三工啊，代志足侪啦吼，啊，所以讲有诶孙阿姐吼，伊免甲讲伊嘛，知影好安排时间啦吼，啊，就是说还没有参与过的，咱嘛欢迎一挂新的同道来参与啦吼，慈天必胜公吼，咱咧做这个流程，啊，这个礼拜六就是今日拜四啊嘛吼，这个礼拜六吼，咱就是爱布置会场。就是把这个功德堂来布置，诶，会场布置先布置好。啊，咱去下昼呢吼，啊，拜六下昼，就是咱讲爱安营吼，安营哦。啊，这嘛是有时间的人就提早吼，提早从中昼都过来吼。啊，咱中昼就是做客观安营，吼，做直接跟报告者。要提早告诉你们，恁家你有话讲啊，我在切一下时间呢吼，所以拜六，吼，啊，咱。17这天就是做这个吼天呢，吼就是祝寿吼，祝寿过来是上表啦吼，过来做这天的工课，吼天呢一定要先保早嘛吼，要先早，早咱要做的工课吼，咱要做的这个科技吼，每一步经吼，也是讲咱爱吼，唔那讲是吼，爱甲上天禀报，嘛就爱吼甲这个该做的这个吼天的科技先做。啊，所以咱讲17、18就开始上经啊，吼，上经就是头一天吼，咱讲17，然后咱就祝寿啊，吼，17早起雕刻了，咱就祝，过来就第二波就祝寿啦，吼，向咱吼啊，不吉吼，西王母娘吼啊，咱骊山老母吼啊，跟三官三品三官大帝，吼，咱也做会做，然后所以直接跟咱讲，但是。阴暗，然后要来，吼要来供的，吼买单较早过来吃嘞，吼伫遮呢，甲咱讲一下呢。时间呐是咱家己安排的啦，吼你若讲我要三官大帝，你要来供的拜，咱就提早车7点外就到位啊，吼。咱就是讲古早人嘛拢定安尼讲，天上人间同样情啊，现在讲天上人间同样情，圣与同尊，吼。就是要达理行，显性达理顺天行，行功报德至心行啦。讲无心至爱包容大，
行行就是咧讲，人呢要有诚心、行志、力量爱坚定啦。大道自然成性命嘛，好、哦，意思就讲生生世世大道，唔只我都光明，立世修心养性，好、哦、显灵应化感真性，显理妙机应心宽啦，哦，人讲应心功，就是应咱心啦，显理妙理，好、哦，就是拢是心啦。哦、所以讲啊，应咱即嘛即所有神写落即文章啦，吼、哦，天道无私遵照行，吼、哦，将文变化，吼、哦，咱上天坐心行一致嘛，吼、哦，中书如此得尽用，所以咱得讲到吼，要上报光明啦，吼、哦，上报吼啊，咱讲即个众生大家当平安啦，啊，总是呢吼，大家拢爱有心来去做啦，那有心去做，我相信讲。上天会予咱呢吼啊，料想不到的吼、哦，咱讲功德力啦吼、哦，会甲咱保护吼，唔、哦、只是干那家庭平安啦吼、哦，所以咱也是有参与吼啊，这个法会的师兄师姐啊，啊那直接甲咱感恩啦吼，啊甲咱赞破嘛，甲咱感恩啦吼啊，今天个时间吼已经到啊，阿弥陀呢吼，甲咱啊讲抱歉啦吼，讲了那无就职的所在。啊，等下随下随这，好多多包容，然后那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